滚地球出现，哦，漏到后面去，要徒手接传，没办法。詹子贤这个时候呢，拼出一个内野安打，今年球季有19支安打。二垒的滚地球接过，马杰森发生了失误。哇，这个球接到有可能是一个很标准的双杀打，马杰森移动过去啊，接到想要做一个转身哦。然后看他先侧身过来，不过第一时间手套摆的位置就没有摆得很正确哦。点成一个飞球，不太妙。这个时候被严红军直接完成了接杀。天天兄弟的一个另外观察重点就是后段棒刺，这边这个时候点下去，捕手只能够选择传一垒，所以杨祥和是完成了一个成功的牺牲短打。坏坏坏坏，连续四个坏球。贼走带起来，仰角非常的高，距离也很远，在右外野方向跳伞，没有接到 Grand Slam 大满贯，岳东华生涯第一发的满贯全垒打，哇，击球初速来到了161公里，击球仰角29.71度，击球距离来到了406英尺远，岳东华今年球季的第二轰是一发扎扎实实的满贯全垒打 Grand Slam。重伤害啊，对这个半局哦，两发全垒打哦，那我觉得当然了，就是说投到两好坏想要对决哦，那这个球还是一样啊，塞得稍微进去一点就不行了。